地方，潮州人都是刻苦耐劳的好百姓。为了生活，一些潮州人离乡别井，往南洋去做苦工；一些潮州人留在家乡，也在开垦荒地种植谋生。 真的是金子，哼，沈政府悬赏1000两黄金捉拿你归案，你的身价值20两黄金，你知道我是谁？你是飞虎李山，你是谁？哼，捉你回去，到时候你就知道我是谁了，口气倒不小。嘿嘿嘿嘿嘿，破去，好，这，跟你，嘿，呀，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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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我已经捉到你。 郭天龙的爪牙来了，咱们从那边走吧。不，这边走。啊啊！老财，翻两跟头给我们看看，赏你两个铜板。呸！你以为我是耍猴的？<笑>好小子，他好像发了横财嘛。嗯，是。哼，老子在老鹰山挖了金矿，再也不受你们这些人气了。 你挖了金矿，他在给我白日梦啊！趁着挖了金矿又怎么样？就是吧，你来教训教训他们。好。 掌柜的，我跟邱老爹在老鹰山挖了金矿，马上就发财了，跟您要两瓶酒都不行啊！哎，你不要再啰嗦了，发财是你的事情，这酒嘛是要现钱交易的。哎，老朱啊，哎，别走啊！哎，我请你喝酒怎么样？啊？哎，真的？嗯。 已经吃了12碗了，还吃啊？<笑>我肚子大，胃口好。<笑>让他吃吧，反正我们挖了金矿，还用愁吗？<笑>是啊，祖宗爷爷总算有灵，这次啊，咱们可熬出头了。<笑>是啊。<笑>对，咱们以后再不会受那些土豪恶霸的气了。<笑>我就算看看我的手，某心光。爸爸，回来啊！<笑>
你怎么搞的？又喝酒了是吧？我没有啊，没有喝酒，求您满嘴的酒臭啊！你真该死，喝了酒还不肯认账。喝酒，喝酒，哪来的钱？说，说啊！哎呀，老婆，老婆，不要这样！你说呀！不要难为，别这样。大叔啊，你又不是不知道。 家里连粥都喝不饱了，他还拿钱去买酒喝，你说该不该骂他？哎，大叔啊，是酒铺掌柜的，赊给我的。啊，ist das möglich？ 来，那咱们挖了金矿。啊，这咱们挖到金矿？嗯，谁让你说出我们挖了金矿的秘密的？我没有说呀。那他怎么会知道的？我怎么知道是谁说出来的？ 你认识说的，你快说！是你说的，快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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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得六，到今天呢是21年08个月了。本利呢一共是邱家欠国家376.46元，和大洋呢是5385.03元。哎，邱老头，父债子还，你不能赖啊。郭大爷，我爹哪有跟令敦借过钱呢？哼，你看这就是借据。哼，这借据根本不是我爹的笔迹，也没有图章啊。啊，哎，你想耍无赖？哼，你才是无赖呢。怎么想打架？嗯怎么着？你想找茬？哼，我不怕你。哎，大爷，走。嗯，走。嗯，嘿嘿，算他们够聪明，他们放马过来，一定让他们吃点苦头才行。哎，五姨太，你别生气嘛，你对大爷好，大爷心中有数的。嗯，嘿嘿嘿嘿。大爷，镇长来了。哦，镇长，镇长，请坐。哎，好，天龙兄，叫我来有什么事吗？老鹰山出金矿了，你知道吗？我听说过，可是邱老头他们那些穷鬼哪有这份福气呀？请用茶。哎，镇长喝茶。好。天龙兄，你真的相信那些谣言吗？哎，不是谣言，是事实啊。哎，你能插把手对你有好处的啊。天龙兄，我要占三成，怎么样？没问题。这样吧，你先找人到县城地政局偷出那份地契正本。你认识江湖上的人一定不少，不会有困难的。哎，不难不难。
Hey, was willst du? Los, Mai. Hast du keine Angst, dass mein Mann kommt? Warum sollte ich? Er ist bei seiner anderen Frau. Lass es uns miteinander machen. Oh ja. Choi Hong! Es ist mein Mann. Versteck dich schnell. Mach auf! Choi Hong! Mach die Tür auf! Mach schon! Jetzt mach endlich die Tür auf! Ich komme! Liebling, warum hast du keine Kleider an? Ich habe auf dich gewartet. So, na dann. So. Besonderes, gar nichts. Mäuse fangen. Ja. Ich brauche sofort Le Chan. Ja, sicher. Na los, mach schon. Ja. Beeil dich. Ah!
李爷，大爷叫我们来接应你的，好吧，我们走。慢着。姓李的，我们又碰见了。你又来管闲事？哼，我这个人就是偏偏喜欢多管闲事。你真行啊。老大，话可得说在前头。当然了，金矿到手，老弟你有三分一啊。好。明儿个咱们找镇长想办法去。好吧。我是这里的镇长，凡事都公理公断。嗯，现在你们双方都有地契，显然其中有一份是伪造的。啊？镇长，老鹰山是我爷爷传下来给我们的，这地契怎么会是伪造的呢？对，老鹰山世世代代都是我们邱家的。依我看，你父亲早把老鹰山按给郭天龙的尊翁了。你看，郭天龙手上的地契的确是真的。天龙兄，你收好这份地契，别让这愣小子毁了。镇长，原来你是跟郭天龙狼狈为奸的。住口！我是镇长，你说话小心点。你们想怎么样？阿强，别争了，咱们回去再说吧。郭天龙不但跟镇长狼狈为奸，还偷换了我们在老鹰山的地契，存心das Land zu nehmen，夺取咱们的金矿。谁要来抢老鹰山，我就跟他拼了。哼，郭天龙真是欺人太甚。爹，我们跟他到县里去打官司去。莹儿，有钱人都是官官相护的，我们是穷苦人家，凭什么打官司呢？国有国法，我不相信姓郭的横行霸道，不把法律看在眼里。爹，妹妹说的对，我们不用怕的，大不了打官司。就算打这场官司，我们也得小心呢。对，
郭天龙这小子一定会继续耍花样来压迫咱们的。嗯，当初我就上过他的当，弄的是家散人亡，现在又要抢咱们金矿。啊，报告，别难过了，那一次还多亏邱二叔收留我，不然哎，算了，别说了，我们大家都是穷苦人家，是应该互相帮助的。对，姓郭的要是打什么坏主意，我们就跟他们拼到底。对对。你找谁呀？我想找活干。啊，朋友，高姓大名？我叫秦汉。哦，江哥，看这个人好像是郭天龙派来的奸细啊。嗯，你说的对，我们过去问问他。嗯，这儿用不着人，对不起啊。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啊、嗯。你快点去跟踪他，看看他到底是什么人啊。好，去。是你啊，你是谁？干嘛要到石安镇来？哦，你也疑心我。哎，你是什么人？我是路过此地想找活干的。你以为我是坏人吗？哎，那老头子是你爹吗？哎，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让我在这儿干活呢？实不相瞒，他们怀疑你是郭天龙的奸细。哦，郭天龙？哎，他是这儿的土豪恶霸，这破房子的主人叫大虎，他们一家大小就是给郭天龙逼死的。哦，李老弟，你看该怎么办呢？我约几位高手，洪天和方雄，明儿你叫阿威带他到老鹰山来个下马威。嗯，好极了。这姑娘就是邱老头的女儿，拳脚有两下。哦，让我们上去。不用了，让我来。
小姑娘，你长得可真漂亮啊。你是谁？我，我想抢你去做我的小老婆。放开我，放开我，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了我，没什么。哼，呸！走。哦，洪天也打不过他。那小子是谁呢？到底是谁呢？大爷，镇长来了。哦，镇长来了。啊，请坐。哎，请坐。哎。哎，我来给你介绍，这是我的兄弟李山。啊、哦，哎，请用茶。哎，天龙兄，那件事进行的怎么样？哦，镇长，看来这回要劳烦你老兄了。啊。镇长，邱老头，我早就告诉过你，这老鹰山是属于郭天龙的，你们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啊？哼，镇长，你真是太不讲理了。那一天我跟我爹不是拿地契给你看过了吗？可是郭天龙的地契才是真的。镇长，你太不公平了。胡说，我命令你们马上离开这里。我们不离开怎么样？我们绝不离开的。我们不走。不走啊，赶他们离开这里。走走走啊，快走啊，走走走。哎，有没有什么朋友？走啊，怎么样？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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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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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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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他们走啊！哼，你不服吗？我不服，我绝不服！邱老弟，听说你有老鹰山的地契，为什么不到县政府去投诉呢？妈的，又是给那个陌生小子捣蛋！他到底是谁？摸不清他的底子。镇长，你看怎么办？这样好了，马上通知镇上所有的店铺，抵制邱老头这批穷鬼。对了，让他挖出来的金沙卖不出去。爹，米吃光了。啊，米这么快就吃完了？爹，那怎么办？杨哥，我肚子饿了。哎呀，没米煮，饿有什么法子呢？饭。哎，好好，你们大家别担心。阿贤啊，进去把金沙拿出来。是。爹，你是不是要拿金沙到镇上去换钱呢？哎，这些金沙都是咱们在老鹰山挖出来的。迟早要拿到金铺去换钱，换了钱，咱们大家就不愁吃不愁穿了。对对，爹，金沙拿来了。哦，走，咱们到金铺去换钱去。去拉肚子，去快去！哎，你又去喝酒去？我没钱，喝什么酒啊？老板，请你称一称有多少粮啊？邱老头儿，这不是金沙，是黄铜才沾。不是。老板，这明明是金沙，怎么会是黄铜呢？哎，请你仔细看看清楚好吗？哎，不必看了，我干这行几十年了，黄铜和金沙我分不出来吗？你在骗我们呢！阿才，别这样。老板，请再仔细的看一看。哎，好了好了，我也不跟你们争了，是真金也好，是假金也好，反正我不买，请你拿到别家去卖吧。可是这个镇上就你一家金铺子，那也没有法子。邱老头，真对不起了。谢谢啊，谢谢。老板你好，邱老头，又是你啊。我想，赊十斤米，请你记在账上，过几天我还给你。赊米？不行啊。老板，我们用金沙跟你换点米，行不行啊？对不起，不能换。啊，哼，你不换，我们就抢。哎，别了，不能抢啊！抢东西是犯法的。我肚子饿，我们另外想办法。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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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走了，走。干得好。Thank you.
金沙又有什么用呢？又不能当饭吃。爹，这一定是郭天龙搞的鬼。哼，郭家逼得我们走投无路。是啊。哎呀，饿死了，我受不了。铃铃铃铃啊，我一中银杠，我膝盖给给啊煮囊啊。哎，来，你干什么你？这是我买给我孩子吃的，他妈的，这是我买给你哪来钱喝酒？哪来钱买粽子？我没有，满口酒气，还说没有喝酒？没有，是喝了一点，是酒铺掌柜赊给我的。哼，这粽子呢，也是赊来的。你没喝酒，我不相信。快说钱怎么来的。哥哥算了，不要再跟他吵了。哼，快拿。别吵了，这给你，别哭啊。谢谢。爹，让我想想法子。想什么法子呢？想法子去借点米。云姑娘，快去弄点，咱们煮粥吧。请进来吧。Hast du Hunger? Hey, 你们的金沙卖不掉，粮店又不肯赊账给你们，是吗？就是这样，我想跟你。好。好吧，拿去。那么你呢？哦，我再去买好了。谢谢你。不用谢。再见。哎，慢着。什么事，秦大哥？你们的金沙在这儿卖不掉，为什么不拿到县城里面去试试看？哎，你倒提醒了我。来喝粥吧，站过来点。我要喝。我要喝。你端一点。来，到这边来了。妈。好喝。爹，你吃吧。看样子秦汉也不像是个坏人呐。还是他提醒了我，说金沙在这卖不掉，干嘛不拿到县城里去卖？对，我们拿到县城去卖。大叔，我到县城里去好了。好，好吧，我叫阿林跟阿和跟你一块儿去。Yeah.
啊，走，走走。阿三，你快拿钉子走，别理我了。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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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diese Sache ein, hä? Das möchtest du wohl gerne wissen.强哥，哎，阿才，什么事啊？我在路上碰到郭天龙的手下，林叔和何叔给他们拦住了，我就保他金沙子。你看，你身上有黄泥，一定是你在黄泥坑向郭天龙报信儿，叫他们的爪牙来的。胡说！阿才，别鲁莽。朋友，你是从黄泥坑来的？是的，我碰见郭天龙的手下，他们把你们人杀死了。他们死了，我的何叔死了。阿才，你别哭。看情形，郭天龙他们还会来这儿找麻烦。啊！哦，他们来了！快走，快走，快走！就这小子杀死洪师傅。
真行，大哥，你真行，你真行啊！来，李老弟，这回非要你亲自出马不可。时机未到。老朱，你在这儿等一等。哦。大爷，我把姓朱的找来了。哦，快叫他进来。是。哎，老朱啊，哎，大爷叫你进去的。哦，好好，是。大爷，哎，大爷，嗯，这个给你。给我。哎，大爷赏给你的，快谢谢大爷。你拿去吧。谢谢大爷。哎，邱老头的境况怎么样？粮食买不到，还是一位叫秦汉的外路人借米给我们的。啊，嗯，听说秦汉那个小子功夫不错嘛。是啊，今天早晨就是他帮忙打架的。嗯，你先回去吧。谢谢大爷。哎，李正芳。哎。大爷，什么事儿？你叫他回去好好做点功夫，把秦汉那个小子来个调虎离山计啊！是，秦大哥，我们要到县城里去卖金沙去，一路上求您保护我们，求求您，求求您，让我想想。秦大哥，秦大哥，来，请你帮帮忙。好吧。阿才，你们一路上要小心呐。阿才，你们换了金沙，买了粮食，要赶快回来啊。哦，阿强哥，我已经请两位朋友到老鹰山去帮忙了，他们的武功很好啊。好极了。哎，我们走吧。哦。大爷，李爷，老朱来了。大爷，有什么消息啊？秦汉给阿才俩人到县城去了。哦，李老弟，趁着秦汉不在，你先去把邱老头的女儿银姑抓回来。哎呦！
多钱，你哪来的？哎，你不用问了，咱们快点逃吧，这地方保不住了。啊！你一定是做了郭天龙的内奸事吗？是他给你的钱。哎，穷不跟富斗，何况郭天龙勾结了官府，老鹰山金矿早晚要落在他们手上。哼，想不到你这么卑鄙，你怎么对得起邱二叔？嗯，你打我，我跟你拼了，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你怎么对得起邱二叔啊？我一定要去告诉他们。你快点跟我走。就是我不跟你走，我要去告诉他们。你这样想念谁？你太没有良心了。我跟你拼了，我跟你拼了。李爷，他们人呢？哎，还没回来，那我先宰了你们几个。哎，你小子是替郭大爷办事，你饶了我吧。啊，我最恨吃里扒外反复的小人。走啊啊啊！走！你们放开我！爹！爹！大哥，你们快跑啊！快跑啊！爹！你们快跑啊！放开我！放开！哎呀！哎呀！哎呀！Sollen wir sie verfolgen? Nein, wir müssen uns um das Mädchen kümmern. $85,300，和大洋$3,850。哎，这下咱们发财了！哎，别紧张，有了钱快点去买粮食吧。当然了，咱们不用饿饭了。两位，
请收钱吧。哦，收起来吧。哦，快点回去。好，谢谢老板啊。字吧，签什么字？在麦地文书上签了字，马上放你和你妹妹。另外，我再给你一笔钱。嗯，哦，你想骗我把老鹰山卖给你，出卖我那些穷朋友？哼，休想！哼，你不吃吃罚酒，押下去。是，给他吃点苦头。是，大爷，走。嗯说他们被杀死了，秋儿说他们逃走了，逃到哪儿去了？我们上老爷山去。好，走。秦大哥，我们上山去看看。好的。秦大哥，秋二叔呢？秋二叔，已经死了。啊！秋二叔，秋二叔，银姑跟阿祥他们呢？银姑被他们抓去了，阿祥哥到郭天龙家去救他去。哎，这可就糟了。各位父老，邱玉祥偷进我的家里，图谋不轨，幸而给我抓住了，请问该如何处置呢？呸！邱玉祥，你擅入私宅，非偷则盗，犯了国法。哼，犯了国法，郭天龙杀了我爹，抢了我妹妹，才是犯了国法呢。天龙兄，你看他嘴多刁啊。哼，胡说，诬赖我杀人抢走你妹妹，有谁看见了？你们谁看见了？没有看见。哼，邱玉祥，你想诬赖我也不成。镇长，为了地方上的治安，这种强盗应该如何处置呢？依照法律，罪该斩首示众。什么？我犯什么罪要砍我的头？推出去，斩首示众。他妈的，各位乡亲，邱玉祥偷盗杀人犯了乡吏，依法应该斩首示众。你们现在如有疑义，请提出来。
结郭天龙杀死我爹，要夺取老鹰山金矿，还诬告我偷盗杀人。哼，你无法无天，不得好死。住口，把他的嘴封起来。哼，有人会替我报仇的。干！上行行，快快好，行行是为了一千块钱，一直盯着我。哼，想不到邱玉祥给他们抢走了，真气人。他们真是目无国法，胆大妄为。李老弟，你看怎么样？姓邱的虽然被他救走了，可是银箍还在我们手里。嗯，天龙兄，你要小心戒备，别让银姑娘也给他们抢走。抓你就是飞虎李善，武功很高。哎，你知道是他？对了，请你帮帮忙，把我妹妹救回来。好，今天晚上我就上郭天龙家去。阁下，今天又碰上了你，我是为了一千块大洋的赏金来找你的。你是冲着我来的？哼，想不到吧？不要打，不要打，二位不要打。喂，朋友，不要难为李老弟嘛，想要钱嘛，咱们进去谈谈。好吧。朋友，这是2000块，请你收下。嗯，哎，
你有那么好的身手，何必替那些穷鬼卖力呢？哼，我也是为了老鹰山的金矿。哎，有钱大家花，金矿嘛，哎，我想咱们来个3-1-31怎么样啊？嗯，也好。哎，不过你先回去替我办点事啊。什么事？请说吧。嘿嘿嘿，我想请你去把邱玉祥跟阿才他们干掉。好吧。天龙兄，李山和秦汉都要占金矿的1/3，咱们哥俩岂不是白玩了吗？人心不足蛇吞象，嘿嘿，我只是口头上答应他们而已。天龙兄，那怎么行啊？他们俩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如果翻了脸，咱们还活得了吗？你放心，我已经派人去再请高手来，目前我只是利用他们抢老鹰山的金矿啊。这第二步棋嘛，我要他们俩都死在我的手里。天龙兄足智多谋，名不虚传呐。啊，对了，老李呀。天龙兄，什么事啊？李山和秦汉都是江湖大盗，你再行文到省里去把侦缉队请来。哎，是。哼，郭天龙想把你们都杀光，然后老鹰山的金矿就落在他的手上。那我们怎么办？现在只有将计就计，我回去就说找不到你们。他们会相信吗？你们也不会在这儿等死啊。嗯，这话也说得对。我叫他们用银箍把你们引出来，趁这个机会和你们一块把银箍救出来。对。哎，请。嗯，哎。啊，大爷，李爷。嗯，哎，嘿嘿，唐瑶，请坐。好。嘿嘿。哎，事情办得怎么样？他们躲到别的地方去了。秦朋友，你看看怎么办？那么将银箍座儿引他们出来。好吧。老大，你可别把他当成好人呢。老弟，你以为我是傻瓜呀？这不过是将计就计。哦，将计就计。对了，我要在碧玉亭下埋炸药，把银箍绑在亭子里，让秦汉哥那般穷鬼不留一个活口。哦。老大的主意真好。不过只有你打得过秦汉，你把他缠住，可别让他把银箍抢跑了。我也在亭子里，不是连我也给炸死了？哎，咱们俩如兄如弟，我怎么能害死你呢？叫我打一个手势你就离开亭子，那不就万无一失了？你怕什么呢？好吧。你们两个快下去点炸药啊。是。
他们还没来啊？已经来了。原来你真是来卧底的，老子跟你拼了！哎哎不把他们炸成肉酱才怪了！走，走，啊！哎，李老弟，天龙，你想将我炸死，独吞金矿？哎，李老弟啊，这是误会啊。郭天龙，你好狠！我今天跟你拼了！啊！哎！我！哎！我！嗨！我！嗨！我！要死！原来是霹雳拳陈雄，铁腿唐飞。哎，李兄，不要怪我们，是郭大爷请我们来对付你的。哎哎哎！你哎哎哎！哈！哎哈！不！哈！你哈！哈！哈！哎哈！哎哈！哈！你哎哈！哈！哈！Thank you.
他就是来这里变装办案的张大队长啊！我命令你立刻把郑长跟郭天龙押起来。是。队长，这不管我的事啊！哼，你勾结郭天龙欺负老百姓，飞虎李山就是证人。走。李朋友，这次难为你，回去我替你想办法将功赎罪。谢谢你。邓德祥，在。是你看见李山到地政局偷地契的是吗？队长，没有错。人证物证都在，你们还有什么话说吗？王副队长，把他们都押回去。是，走走走走，押回去，走走，快走走啊！你好，来呀，来呀！秦大哥，对不起，我姓张，秦汉不过是我的化名。谢谢你，张队长，谢谢您的帮忙啊！这是我们分内之事，不用谢了。